前车库还蛮大的，然后这边可以停放机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客厅的位置，这是客厅的位置，还蛮大的。那目前这个刚整理好，它还蛮整个装潢都还蛮新的。这是厨房跟客厅的餐厅的部分。它坐在梯间的下方。继续往上走。它二楼的房间还算蛮大的，这边有一间厕所。一上来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厕所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房间。它都已经有装潢好，所以基本上你进来只要把你的床弄弄就可以用，就可以入住了。然后这是阳台的部分，可以放洗衣机或晒衣服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再看一下这间，这边有一个房间，那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阳台哦，可以看一下。它那有前后阳台，我觉得这样设计还蛮好的，采光或是空间，住起来都还蛮舒适。那我们继续往上。厕所一样都在中间的位置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房间，一样有阳台，那这边一样有一个房间。那如果有喜欢的，请记得联络我，我是幸福家俊哦。有想要看什么物件，也可以告诉我。那如果觉得我影片拍得不错，帮我分享加订阅哦。